请大家幻想一下，万一哪一天被财神爷附体了，会是什么情形呢？好运来到，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，再被财神爷青睐，肯定会富贵无双。未来50天，真的有一些生肖被财神爷照顾，有了正财横财进入财库，成为屈指可数的有钱人。属猴的人，在前几周，猴子们运势走向并不太顺利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大家被凶星困扰了，小人在身边起到了不好的作用，为了应付一些突发情况，或者不想被打扰，只能花钱去解决问题，导致荷包缩水很严重。但是未来的50天里，猴子们终于不用再破财了，远离小人，日子过得很轻松。只要大家可以甩掉了霉运，肯定就能令运势飙升，没有渐渐回升的阶段，直接就好起来。这就需要猴子们去努力，收到了多多的财富，才能解决经济危机，将债务还清，还有很多剩余，可以很开心的过日子。属羊的人，在前几周，羊儿们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导致心情也很糟糕。但是未来50天，羊儿们会摒除杂念，不会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事情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认真做一件事情，取得的成就应该不会太小。接下来专心做的事情有了回报，是不是就能取得名利和地位？个人的成就被很多人看在眼里，羊儿们也会成为香饽饽，接受一个更加重要的项目。当提成绩效和奖金都加在一起，肯定会更有钱。属牛的人，在2018年中，牛们会获得天财星的帮助，让个人的财运宫被催旺了。这一年，牛们熬过了艰难的阶段后，就能开始走大运了。未来50天，或许有人觉得天财星不太给力，没有让牛们发财，但是牛却觉得很知足，最起码不会过得那么糟糕。既然有了小财运，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财运。这段时间，大家遇到了三合运势，是的财库受到保护，还有五行之金的帮助，怎能不发财？属龙的人，前几个月龙们赚到的钱少得可怜，只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，都不敢有额外的开销。但是未来50天，个人遇到五行的帮助，天天都有财富来到，这就说明龙们开始招来了，招来多多的富贵，全家人都能过得特别好。